谢谢大家。这一位女性的姓呢，就是跟大家说谢谢的意思了。谢韵仪，恭喜。在我心情不好呢，都会一直鼓励我，让我可以在这个圈子熬过这么多年，经过这么多 stress， 就是我的 daddy mommy， 谢谢你们。还有，当然谢谢 baby，thank you。